行嘞，下车。各位，咱第34届法律主题学院在校园，大家较早。哎呦，我在嘛是 Good morning。哇，今仔日安尼人真热闹嘞吼，真侪人安尼，我看原住民嘛袂少吼，咱高山族个吼，啊，佮有 Mexico 来个吼，墨西哥哦，所以今仔个较无同吼，一挂少年诶吼，啊老爸啊带囡仔来，哇，这无简单诶吼，含囡仔讲会通诶吼，无几个，全台湾咯，我也无几个吼。即摆甲囡仔讲话拢爱讲北京话吼，爱讲中国话安尼，甲孙仔嘛爱讲中国话吼，所以要安怎讲，真有趣就对啦吼。咱即摆拢知影吼，啊在座大家坐一只吼，啊敢知影咱到底是什么人，啊是讲什么国的人？大家第一个讲咱台湾人咧吼，啊有个人讲我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咧吼，啊有个讲无咧我中国人咧吼，啊但是欠一项咧吼，啊无人讲伊是日本人咧。哦，刚才伊即个咧讲个咧吼，啊，其实是日本人较正确嘞，吼、哦，是啊，日本人较正确。咱过去六十几年个即个教育拢讲咱是中国人啊，哦，我们是中国人，哦，啊，即句拢安尼挂伫嘴里那咧吼。啊，昨昏我走去苏门纪念馆吼，伊听演讲啦。啊，有一个讲者叫做南欢硕，这过去可能是中时的一个记者吼。南欢硕，我是讲，这小可有名嘞吼。我是讲来个听看卖，一个讲啥嘞吼？伊讲伊咧讲迄个精神病的问题啦吼。我看南欢硕嘛，应该是比我较少岁嘞，我看伊咧行路嘛，足无方便啦吼。啊，结果伊个演讲呢，用中国话咧讲咧吼，啊，我着小可起毛子话类啊咧吼，啊，佫开嘴啊讲哦，我们中国人安怎安怎啦吼，啊，讲啊咱中国去安尼吼，哇，我着爬起来着做我酸啊啦吼，听袂落去吼，有影听袂落去，所以即摆即个时代吼，已经是 iPhone 的时代安尼。是 iPad 的时代啊，呢吼！你即摆搁咧讲中国过去的历史吼，中国迄个咧什么三从四德，你讲遐问题，我哇有影分歧，有影分歧啦哈！啊，所以即摆来讲，咱讲咱是日本人，啊，到底是安那是日本人的吼？啊，咱拢知影吼，伫1895年有一个《下关条约》。吼、哦，日本叫做下关吼、哦，啊，台湾那是中华台北这边叫做马关条约吼，这就是日本甲清朝咧烧台，啊，日本拍赢，啊，拍赢就是爱订这条约来结束战争啊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订这个条约叫做马关条约，啊，是下关条约，啊，这条约咧安那写呢？这条约就是讲哦。清朝将台湾甲澎湖伊个全部主权，伊叫做 full sovereignty 吼，全部的主权割让予日本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台湾澎湖主权已经割让予日本咯。啊，这是1895年的代志。啊，割让予日本，啊，到底台湾的这些住民们啊？啊，咱就变做日本人，吼、哦！啊，但是条约唔是讲我条约写嘞，你就随变做日本人，唔是？伊条约呢，予你两年的时间去选择，啊，你是要做日本人，还是不爱做日本人？啊，你若不爱做日本人，你会使，吼、哦，变卖你的财产，
吼、哦，啊，会使自由移动，吼、哦，自由耍呢，吼、哦。所以有两年的期限，互咱安尼，啊，所以咱无走的时阵，就是讲咱是日本人，吼、哦，啊，一直到呢1941年，哇，太平洋战争，啊，日本呢轰炸珍珠港，哦，这咱拢知影，啊，所以美国就向日本宣战啊。啊，就太平洋战争就开始啊！哇，啪啪啪嘞！啊，迄当时呢，台湾是日本的土地啊，对毋对？吼、哦，所以咱甲美国是敌国，敌对的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甲中国嘛是敌对的迄个状态啊，小台的状态啊。但是咱吼、哦、教育甲毋是嘞，吼、哦，咱是战胜国嘞，吼、哦，咱战赢嘞，吼、哦。咱安尼感觉呢，吼、哦！啊，我嘛捌伫网络一个朋友写批互我，哇！伊讲太平洋战争吼，因兜拢互日本的即、这个轰炸机轰炸啦，吼、哦！我诶、欸，啊，你是对毋对？迄当时日本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啊，日本的飞机去炸你日本的领土，那会对？哦，所以历史伊根本都无清楚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因为太平洋战争，日本战败啊！啊，日本战败要安怎？因为战争即个物件吼，一定爱国甲国吼有一个宣战，吼、哦、declare war，我要向倒一国宣战啊！战争开始，啊，战争要结束呢？毋是讲话我要结束就无爱拍，就无爱拍，毋是战争要结束，就是爱国甲国。签一个和平条约，啊，所以太平洋战争呢，伊的真正的结束呢，伫1952年的这个旧金山合约签落去，这个太平洋战争哈，佮正式结束。啊，这个旧金山合约呢，对台湾的地位呢，非常要紧。哦，伊是咧讲，这个旧金山合约哈，日本。放弃对台湾的一切管理，吼、哦，伊无讲伊放弃主权，吼、哦，伊讲伊放弃主权的一切管理，吼、哦，伊的管辖权啦，吼、哦，伊对于即个财产的处理、司法的处理，吼、哦，管辖权一切权利伊拢放弃，啊，但放弃也无讲要放弃，互虾米人啊，啊，所以台湾伫旧金山合约了后。台湾的地位呢，在国际上变作未定。英文咧讲 suspended sovereignty，就是讲悬吊在空中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处理的这个问题。啊，所以咱到即马吼，啊，阁是迄、那个未定，咱地位未定的这个状态，吼、哦，一直延续到即马。啊，即马咧讲起来就是讲，啊，咱那是日本人吼。即马到底台湾的主权伫虾米人的顶权？啊，咱拢知影吼。咱国语可能也有不动产吼。啊，咱知影，比如咱有一间厝，咱有不动产的吼。啊，即个不动产有一个所有权。啊，所有权证的顶权吼，有写你的名吼。即、这个所有权人的名有写嘞吼，啊，比如讲，即、这个所有权有一栋厝，比如讲我的厝吼，啊，所有权人是我，啊，我即栋厝呢，互占去吼，好、哦、啊，占的人佫足歹嘞吼，啊，我着起膜拜嘞，我即栋厝我无爱，我放弃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放弃是你讲的啊，啊，你别做小狐狸，你嘛使讲我要放弃即栋厝。但是呢，你若所有权无去移转的时阵吼，一栋厝的所有权啊，嘛是还阁是我咧，无变啊。啊，所以即、这个所有权哦，不动产的所有权啊，甲一个国家的主权有类似的所在吼，就是讲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一切权利，但是呢，即、这个所有权呢，啊，游玩呢。啊，阁是日本天皇的顶冠，啊，所以咱到目前呢，
这个法律讲起来，咱是日本人。啊，但是呢，实际上呢，咱变作无国籍，咱无籍。啊，即摆就是讲，咱都拢中华民国籍个咧。啊，咱体嘛，身份证嘛，中华民国咧吼。啊，这本护照嘛，中华民国咧吼。中华民国伫台湾是中华民国。啊，你若打出台湾呢？你就是中华台北，因为国际上呢，承认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灭亡的一个国家，无世界无这个中华民国这个物件，啊，所以佮叫做中华台北。啊，是安那叫做中华台北呢？即拢有例了，对。中华台北的意思就是讲中国流亡来。台北的一个政府叫做中华台北，这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这个法国和德国占的时阵，法国嘛是流亡去英国，啊，所以伊的名嘛叫做法国流亡在伦敦的政府，世界上就是安尼认定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这个物件无啦，咱读过来啊，清楚，无中华民国，有中华台北。啊，即摆伫国际上呢，咱有参加即个世界贸易组织 （World Trade） 即个 organization 哦。啊，咱即个世界贸易组织，咱是一个会员。啊，会员的名义就是中华台北。啊，是安怎咱会当参加呢？因为世界贸易组织，伊要求你的会员吼，无一定是主权的国家吼，你是一个独立的关税领土，叫做 Independent Custom Territory。啊，这个独立关税领土的意思吼，就是讲战争来发生的时阵，方被占领的领土呢？这个领土就叫做独立关税领土，啊，所以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呢，就是独立关税吼，啊，咱才叫做换作独立关税区，啊，英文是 territory 吼，是独立关税领土，啊，所以真清楚呢，台湾是被占领的状态，啊，是安那被占领呢？咱都知影吼，太平洋战争拍啊，伫1945年，两粒即个原子弹弹落吼，一粒伫南加萨基咧吼，啊一粒伫希罗西嘛，弹落了日本就占袂掉，就讲安尼要接受无条件投降啊吼，所以弹了开始呢，民军就指派呢蒋介石。甲伊个代表呢，来占领台湾，啊，甲接受日本军的投降。你讲呢，去占领日本的本土，吼，伊拢有分配。啊，比如讲苏联呢，分配占领东北，中国的东北，啊，这个日本的北方四岛是苏联去占领，因为这个战区太宽了，吼，无可能讲干了一个美国。占领所有的政府，所以叫分配。啊，咱真不幸呢，台湾都分配蒋介石来占领嘞吼。啊，伊甲你占嘞吼，看起来面拢相共嘞吼。啊，就我啊，拢同胞啦吼，啊，拢甲你讲安尼吼，啊，占了伊就无要走啊嘞吼。啊，所以占了1945年呢，中华民国还阁是一个国家吼。伊是无唔对，伊伫1912年成立的咧吼，啊，一直到1945年，哇，伊那时候是占领日本，其实是主要是美国拍赢吼，啊，如果伊是战胜国咧吼，啊，所以民军就过来占台湾吼，后来就占台湾，啊，结果占了咧，伫1946年呢，我伊就发一个行政命令，讲所有的伫台湾这台湾人吼，拢是中国籍吼，
就甲你讲安尼啊，吼，诶，这是行政命令哦。啊，但是到1952年，吼，旧金山合约签落了呢，啊，佫有一个立花合约，咱毋知影立花合约就是日本啊，佮当时的中华民国啊，佫签一个立花合约。啊，是安怎呢？因为旧金山合约，吼，中国。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还是中华民国，拢毋是签约国。啊，你若无签约国的时阵，含日本呢，就无法度终止这个战争。啊，所以需要搁一个立花合约，哈、啊。啊，这个立花合约，等于是 copy 这个旧金山合约，哈、啊。伊嘛是中华讲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一切管理。哦，但是其中有一条呢，写讲，这个1945年这个时间点呢，伫台湾有户籍，啊，甲伊以后的子孙呢，这个台湾人呢，被看作是中华民国的国民，哦，就是讲，这个合约内底将台湾人变作。中华民国籍，吼、哦，就是伫这立花合约开始，啊，所以咱就当日本人变做中国人，吼、哦，1952年，啊，但是立花合约一直到1972年，哦，经过20年后呢，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吼、哦。啊，含即个中华民国，台湾即个中华民国断交，啊，断交了呢，啊，立法合约呢，变做安怎？变做无效。啊，无效的时阵，啊，立法合约讲咱是中国人呢，吼。啊，即马无效即个合约，啊，咱变做啥物款人？咱变做无国籍，吼。啊，所以一直到即个2006年，吼。即、这个林志成先生顶顶吼有228个人去告美国政府吼、即、这个美国法院即、这个判决文呢，佮讲台湾人65年来拢是一个无国籍的状态，所以咱目前呢是无国籍吼、是无国籍。虽然呢，咱是有权利啊，是。变做日本人吼，啊，但是到目前呢，无国籍安尼吼，所以咱毋是中华民国籍的吼，啊，中华台北伊毋是国家吼，啊，即摆就是讲，啊，台湾的话呢，4年安尼选一摆总统哦，啊，就是一个国家呢吼，其实吼，迄是咧骗家己，甲骗这即个咱台湾人啦吼，因为中华民国。啊，毋是国家吼，啊，台湾嘛毋是国家，因为中华民国呢，1912年吼，因为伊拍倒满清吼，啊，成立即个中华民国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伫1912年呢，变做民国一年吼，啊，所以民国甲公元呢差11年，啊，所以咱头壳若转袂过吼，你种民国。几年吼、哦，甲加十一吼、哦，都、就是公元几年吼、哦 所以咱最好是莫用民国啦吼、哦，因为民国吼、哦、无即个物件吼，地理含国际吼、哦，无法度接轨吼、哦，咱来用公元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中华民国伫1912年成立，但是呢，1949年呢，共产党。拍倒国民党，啊，所以共产党伫1949年伫中国呢建国，啊，中华民国互拍倒伊就消灭去啊，就无啊吼，啊无安尼好佳哉吼，因为迄当时在冷战，啊，美国呢从蒋介石伊只军队伊只公教人员所有只人吼，用美国的政权呢。该运来台湾，啊，所以一个消灭的中华民国呢，流亡来台湾，啊，流亡来台湾呢，
伊是一个流氓，一个政府，啊是一个流氓的团体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呢，因为冷战的关系，美国嘛将这个流氓政府的中华民国，佮看作一个国家呢。一直到1979年，哈、哦，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含伫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。了，中华民国正式呢，伫世界上消失，哦，啊，所以美国伫1979年，伊成立一个，毋是通过一个法案，叫做《台湾关系法》（Taiwan Relations Act）， 哈、哦，即、这个《台湾关系法》内底呢，讲1979年正月初一开始呢。中华民国佮叫做台湾地理总局 （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）， 哦，无要佮称呼做中华民国，啊，正式地宣布中华民国无这个物件，哈、哦，所以伊是一个地理总局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咱伫台湾，哇，拼啊呢，哈、哦，咧选总统，哈、哦，其实是咧选台湾地理总局的一个局长，哈、哦。因为伊毋是一个国家，嘛毋是一个总统吼、哦。啊，这马英九伊嘛真清楚啊，吼、哦，伊来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的时候，伊嘛毋敢讲伊是总统啊，伊嘛是讲伊是马先生吼、哦。哎，所以事实上是安尼吼。所以中华民国这个物件呢，就是到1979年完全无去啊吼。哦无这个物件，所以咱知影吼，这个国家甲政府吼是两项诶，两个概念就对了。政府这个物件吼会变，国家未变吼。啊，是安怎讲呢？比如讲，中国的清诶元朝和明朝拍倒，元朝是一个政府。伊个国家嘛叫中国，吼、哦！啊，元朝、清朝拍倒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清朝是一个清朝政府，伊个国家嘛叫做中国。啊，所以清朝和孙中山拍倒的时阵，清朝灭亡啊，等于这政府灭亡啊。但是伊这个国家呢，变作中国，叫做中华民国，吼、哦！啊，即么中华民国第一。1949年，和共产党拍倒的时阵，中华民国政府就无去啊。伊政府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但是国家依然嘛叫做中国。所以中国这个国家呢，名无变，但政府咧变，吼、哦、啊。所以伫台湾的这个民进党吼，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啊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哇！安尼温室的吼，安尼啊，台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啊。因为你互拍倒一个政府吼，你这个政府的一切财产、一切国家的这个资源，拢总会使接收。吼，啊，你若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安尼哇，真赞啊！啊，人啊，我哇赞赞，啊，台湾就是伊的啊，吼。所以这唔对吼、哦，伫法理上讲起来嘛唔对，因为安怎呢？因为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还是中华民国，对台湾拢无主权。台湾的主权呢，伫日本天皇的手中，吼、哦。所以日本天皇有台湾的主权，啊，主权这个物件呢，干那国家会使有主权。啊，人民无主权，吼、哦，所以咱来了解吼、哦，人民那个哇，咱台湾人有主权哦，台湾人民有主权，唔是主权，干那有形成一个国家以后，靠一个主权，哦，形成一个国家以前都无主权啦。所以这一个观念吼、哦，和大家安尼清楚了解。目前的状态，吼，目前的状态就是讲，咱还阁唔是一个国家，啊，中华民国唔是国家，
甚至呢，伊嘛毋是一个政府呢。安怎讲呢？咱知影旧年吼，2011年，啊，即个中华民国啦吼，含即个中国诶，即个人民共和国签一个一块吼，即个贸易诶个协定。啊，签这一块诶意思呢？因为中华民国呢，啊是中华台北，伊是流亡来台湾，是安那流亡呢？因为伊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敌对的，啊，所以是伊爱流亡，爱走路啊，啊，无会用消灭啦，所以伊甲这个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敌对状态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一个国家，敢那会使有一个中央政府，啊，剩的呢，毋是中央政府。啊，所以中国呢，伊的中央政府伫北京迄个是中央政府，啊，台北这个咧，伊嘛叫做中国，啊，但是伊毋是中央政府，啊，咩伊要叫做啥物？伊叫做中国的叛乱政府，伊是叛乱团体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叛乱团体的时阵，伊即马含中国订一个《ECFA》，订一个和平的这个贸易条约。定有和解啊！我无要叛乱啊！我含你定一个条约，和解啊！啊，和解的意思呢，就是伊不再流亡啊，伊会当阁转去中国啊，中国袂阁甲你安怎，所以签这个条约啊。所以中华民国伫台湾呢，已经毋是一个流亡政府啊，吼、哦，因变作一个团体吼。哦假性的台湾，吼、哦，伊不再流亡啊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流亡的状态嘛改变啦，吼、哦，所以伫台湾，伊是一撮人，但一撮人呢，统治所有的台湾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台湾人想起来是有够物质的啦，吼、哦，今仔台湾的所谓的总统是马英九呢，吼、哦，中国人呢，吼、哦，台北市。是郝龙斌中国人嘞吼，台北县伊叫做新北县嘛中国人嘞吼，台中嘛中国人嘞，差不多拢因的人嘞，拢中国人吼，统治所有一切台湾人的资源。啊，咱每一个人啊，足拍拼吼，我纳税安尼吼，啊，排日去纳税，啊，纳啥物燃料税，有诶无我过吼，结果。因的享受咧，因的分配咧，吼，所以想起来是真有准吼。所以咱来继续努力吼，主要是咱这个论述吼。今仔我借这本册哦，伫遐摕吼，这本《新台湾论》啦吼。各位呢，若有时间吼。我即马较少，500块，我过去卖到要1000块咧吼。即马500块吼，你若买转去吼，好好啊看吼。啊，这本册你若有看会通一半吼，你就会使徛落遮做讲师啊。吼，啊，所以这本册的论述真重要，真重要吼。啊，我昨暗买来嘛，搁看后壁啊一篇哦，就是这个独立关税区。哦，嘛写个足清楚的咧吼，是安那叫做独立关税区，伊就是被占领的土地吼，所以对台湾的这个状态、台湾的论述哦，拢伫这本内底吼，会使讲是1945年以来，即从事台湾独立运动这人的论述呢，无法度才彻底吼，才彻底安尼了解吼。啊，所以讲，2006年吼，啊，林志成先生控告美国政府，就根据这个论述啦，吼、啊，你一个台湾人吼、啊，去告一个美国政府，咱知美国政府呢是世界上用的政府呢，吼、啊，啊，你敢来告呢，吼、啊，伫美国告政府吼、啊，你嘛要请美国律师呢，吼、啊。美国律师摕美金呢，吼、哦，伊无要来摕新台币呢，啊，算点钟的呢，哦，啊，这算的嘛袂少钱吼、哦，啊，你无相当的把握，
你敢养狗啊？佮政府呢？吼、哦，啊，就表示讲有相当的把握，较敢去过吼、哦。啊，去过的主要论述呢，要根据啥？伊是根据旧金山合约。啊，所以讲旧金山合约吼、哦，对台湾来讲真要紧吼、哦，因为旧金山合约咧讲呢，美国是主要。对台湾来讲啦，吼，是主要占领权国 ，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。对台湾主要占领权国，啊，伊主要占领权国呢，伊对台湾都管理啊，冇义务啊，啊，有啥物义务？义务就是讲，伫台湾的本土台湾人呢，因为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，啊，所以咱这些本土台湾人。应该受到美国宪法的保障，吼、哦！啊，美国宪法保障上基本的，就是讲咱有自由旅行的权利，啊，所以伊爱发予本土台湾人旅行证件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甲告啊，讲啊，你就是主要占领权国，啊，你爱履行你的义务啊，所以。国际保护啊，经过三年的时间哈，伫这个2009年呢，最高法院有一个判决文呢，伊就落来哈，啊判决文，这个法官哈，就判官讲，咱的论述伊无法度挑战，哦无法度挑战这个论述哈，啊伊讲台湾人65年来。拢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，65年来，台湾无有一个一直任职的政府。吼、哦，65年来，台湾的国际地位呢，一直无确定，无一个确定的这个国际地位。吼、哦，因为主要这三点啦，吼、哦，哇，这三点结论就足清楚啊，嘛足有解答的吼。指出台湾的问题，吼，就伫遮，吼，咱无一个政府，无一个一地任地的政府，啊，咱国际地位无确定，啊，咱无国籍，吼，啊，咱生活伫政治联合，吼，所以这个官司呢，对台湾的影响非常重要，所以这个官司唔是拍输呢，照我了解，这个官司是赢，吼，得到这个结论，吼。但真侪人讲啊，你都拍输吼，官司拍输安怎啊？无影吼，所以真无简单有这个结论出来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今仔日有这个民政府这个组织，就是咱的法律呢。既然台湾是美国军政府给你占领吼、哦，啊，以这个程序就是讲占领的中间呢，爱是有一个民政府。啊，这个民政府来治理这个占领的区域，这个占领区域渐渐步入这个轨道了后呢，伊就会当将这个民政府呢变成做一个政府，正式的政府安尼吼，伊就有这个程序啦吼。啊，所以即马台湾问题较复杂，就是讲，伊主权伫日本的天皇的手中。这个管辖权呢，在美国的手中，所以这较麻烦哈、哦。就是讲台湾问题要解决，就是讲美国甲日本爱去 talk 啊，爱去讲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因当然无爱讲啊，保持现状就好啊。我你啊麻烦要创啥吼？啊，所以一直拢保持现状。啊，咱呢保持现状，咱吃亏啊。啊，咱无国照啊，无尊严啊。啊，所以咱来发声，咱的组织来大起来。啊，目前来训练的只2000几个尔，要发什么声，对不？你若有20000个，有20万人个，哇，这无同啊嘞！你若20万人动员来台北市，即马叫做总统的头前，你若伫遐个徛一礼拜、两礼拜，中华台北就倒下啦。真简单啦，但是你有法度动员20万人无？无啊，无法度啊。最近咱知影吼，
埃及开始民选总统啊，埃及这个独裁政治哈，哇嘛三四十年呀哈，啊最后这个独裁者穆巴拉克哈，被推翻，安那推翻的呢？就是埃及人呢，动员500,000人，在迄个埃及的多些广场呢，规礼拜，连续头啊两礼拜，伊就落台啊，吼、哦，啊落台了呢，就军政府接无吼，啊接无答应讲要举办选举，啊这个独裁者呢，真正掠去审判呢，啊审判是破病呢。佮用迄轮椅吼，毋是轮椅，迄、那个床吼，佮塞出来，吼、哦、啊！法院内底佮特别围一个铁笼啊，吼，会惊互暗杀啊！哦，铁笼啊，佮来围条咧，吼、哦！啊，伫遐审判，人是安尼，即叫做转型正义，吼、哦！伊过去做歹代志，啊，就一条一条算数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埃及。最近才选出一个总统出来，吼、哦，这就是真无简单啦，吼、哦，这是人民的力量。这个利比亚嘛是啊，吼、哦，利比亚一个独裁者叫做加达菲，吼、哦，哇，伊嘛统治有够久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嘛是，但利比亚较无同哦，利比亚伊有经过小台，吼。里面拍输吼，主要是有这个美国啊，甲欧盟的军队介入吼，里面拍输吼，啊，所以落台啊，最近嘛开始选举安尼吼，所以这个人民的力量吼、哦，我是感觉真重要。台湾无需要革命，咱免浪费吼，咱若动员120,000人出来，伊就倒啊吼。哦这人民的力量、哦、真要紧啊咧吼！啊，即马吼，我想咱来休困5分钟，啊，过来继续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哦